由新时代电视和香港 TVB 联合主办，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及娱乐生活杂志协办之多伦多型男家族已经圆满举行，多谢各赞助商户鼎力支持。冠军二号 Bernard Wayne 王国洲将有机会成为 TVB 下一个力捧小生，成为明日之星，谱写不一样的人生旅程。